纯真真酸奶邀您收看《长相思》第一季，有小妖陪伴的年少时光，纯真而简单。纯真真酸奶的陪伴更是如此，简单配料，喝出满满鲜果感，真食材，真好喝。配料质检，关爱无限，美好时光海苔邀您收看高光时刻。我想你回头就能看到我，我不想你觉得离别是一个人的路。行。冯好时饮泰气，百事可乐泰气系列邀您观看《长相思》第一季。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我觉得有些人可能更需要我。谢谢惦记牵挂。不过好不容易有机会结识中原的这些世家子弟，你若是没有好好把握，日后你后悔了可别怨我。今日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过犹不及。我听说你今天出去逛街了。开心吗？我突然想要一件漂亮的裙子穿。是因为涂山璟吗？跟他没关系。那是为什么？我是做了这么多年的男人，都快忘了自己是个女孩子了。有的时候也想穿漂亮的裙子。这还不简单吗？我们的祖母掌管天下蚕桑，这世间最巧夺天工的绸缎和衣物都出自她的弟子之手，我会让他们给你做无数条美丽的裙子。可是我又害怕穿漂亮的裙子，我怕会不习惯。你担心什么？我跟阿念和心愿他们不一样，我怕我会让你们失望，因为你们对我的失望，我又对你们失望。你们是指谁？如果是指我和师父，那我们永远都不会对你失望。如果这里面还包括其他的男人，小妖，不要给自己希望，自然不会失望。我还以为你会给我出什么高招呢。别胡思乱想了，好好休息吧。我们在纸翼城呢，确实也耽误太久了。明天日出之后，我们就出发去玉山，把这些不开心的人和事都忘到脑后去。嗯。好，连文小六都能陪哥哥去雨山，为什么不让我去？是师父来信，叫我带王姬回浩陵的。父王明明允了我跟哥哥出门啊，他为什么突然找我回去？是不是你跑去父王跟前告状？怎么可能？苍玄要去玉山办事儿，接下来也没有时间带王姬到处游玩了。谁说我是来玩耍的？我是来帮忙的。帮倒忙了，有你在能干成什么正事儿？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没什么没什么，我在夸王姬能干。行，昨晚风龙怪了你不少。
我担心你今日头疼，特意做了解酒汤给你。那个，我不知道你在换衣服，我就先出去了。少主，奴婢刚刚走开了一下，没想到房风小姐会擅自闯进来。下次注意。是。奴婢见房风小姐脸色不太好，她看到少主身上的伤了。她看到也好，早一点明白我不是她想象中的如玉夫婿，早一点另觅良人。小姐，小姐你怎么了？玄州，如果一个人折磨你好几年，害你浑身上下都是伤，你会忘记吗？绝不可能。那如果你侥幸不死，平安归来以后会怎么做？当然是找那个害我的人报仇雪恨，让他也尝一尝我受过的痛苦。这就对了，受过那种折磨跟凌辱，怎么可能会忘记？他一定是回来寻仇的。怎么命就这么大，都伤成那样了还不死，他回来做什么啊？玄州，立刻收拾行李，我们尽快赶回青丘。不跟二少主一起走吗？涂山璟不愿跟我同行，我也不愿忍着恶心再多看他一眼。大家各走各的路吧。有涂山璟这样的天之骄子朝夕相伴，你还会想起涂山侯这样样样都不如他的人？侯，我的心意你还不明白吗？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来气我？不管外人怎么看你们兄弟俩，在我心里他样样都比不上你。对不起，我不该说这样的丧气话，我只是嫉妒他，嫉妒他能够光明正大的拥有你。涂山璟跟我说想退婚，反正我也不喜欢他，不如顺水推舟。你知道他为什么要退婚吗？谁知道他发的什么疯？他难道看上别的女人了？我这个弟弟眼光高得很，一般女人入不了他的眼，他连你都看不上，他能看上谁呢？他的身体我是看一眼都嫌恶心，或许他只是有自知之明，不想自取其辱罢了。也是，涂山璟早就不是当年的青丘公子了。不想嫁给他，我也不想，再忍耐一段时间，我一定会夺回属于我的一切，包括你。涂山璟他心思深沉，一直隐忍不发，一定是想一击必杀。你小心一点。不用担心，我既然能毁掉他一次，
就能毁掉他第二次。几百年过去了，这里的景致跟我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，时光好像在玉山停滞。玉山四季如春，花开千年不败，可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洞天福地。到底在哪里？楚王，哥哥，你们什么时候来接我呀？一天，两天，23581天，23582天。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，我依旧会选择逃离这里。我宁愿颠沛流离，也不喜欢死亡一般的安宁。王母有请。晚辈见过王母。师父，起来吧。只要你留在玉山，我可以重新帮你恢复高深的灵力。我的寿命也就剩下一两百年了，如果你愿意，可以担任下一任的王母，执掌玉山。小妖必须要留在玉山才能恢复灵力吗？是的，我宁愿像现在这样，知道明日的生活，却不知道明年的生活，既不会太刺激，又不会太无聊。随你。我并不能帮你取出体内的驻颜花，但是我可以帮你恢复真容。驻颜花是玉山的神器，师父为何不能帮我取出来？这世上我做不到的事情有很多。那我何时才能恢复真容？入瑶池。
Thank you.
徒儿多谢师父赐我真容。如今封在你体内的驻颜花只有驻颜之效，并无变幻之力，将来若再有机缘，或许可以恢复。我这辈子变幻够了，有没有也无所谓了。我受托照顾你，虽未尽到责任，但如今你也长大成人，你既不愿留在玉山，那日后好自为之吧。徒儿谨遵教诲。我们回武神山吧。好。瓶装王老吉，随时随地清凉畅爽，怕上火喝王老吉。王老吉邀您精彩继续。你躲在苍玄身后做什么？一直想要回真容的是你，如今真的要回来了，却不敢见人了。我有点紧张，我还没有准备好呢。那何时能准备好啊？马上就好。记得我小的时候长得挺像父王的，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我现在长得既不像父王，也不像娘。我并不希望你长得像你娘，更没奢望你长得像我。我只希望你健康。现如今你不但健康，还很美丽，我已心满意足了。全天下的爹爹都觉得自己的女儿是最漂亮的。父王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，只是感慨时光如梭，我女儿长大了，我也老了。我看看，父王明明跟以前一样年轻嘛，一点都没有老，是吧，苍玄哥哥？是啊，小妖说的对，师父一点都不老。父王和哥哥怎么还不来啊？他们都有事要忙，你耐心一点。陛下，父王，哥哥，都坐吧。父王，他是谁啊？他为什么可以坐在这里？她是我的大女儿，
九瑶。小瑶，给静安妃行个礼。小妖见过静安妃。阿念，快给你姐姐行礼。我为什么要给她行礼啊？我才没有姐姐，她不是我姐姐。你真的是父王以前女人的女儿吗？阿念，小妖的母亲是我最尊敬的人，是西延王后西陵邪祖的徒弟，是最英勇的王姬大将军，也是师父用最盛大的礼节迎娶回浩陵的妻子。她是你的亲人，你要维护她，那我呢？我算什么？师父就像是我的父亲，我几乎是看着你出生和长大的，你当然也是我的亲人。那我和他之间，你会维护谁？你回答我呀！你回答我，我和他之间，你会维护谁？我希望你和小妖好好相处。真是傻孩子，若我问你在父王和母亲之间更喜欢谁，你能回答吗？阿念，小妖就是小六，只一成分别时你还偷偷跟我说过，觉得小六人不错。以你的性子，嘴上说还不错，心里肯定是觉得很不错的。有一个很不错的姐姐和我一起心疼你，不是更好吗？事情有些突然，阿念还需要时间接受一下。桂文，老奴在，准备些王姬爱吃的食物送过去。是。父王，你还能吃得下？你知道一国每日要发生多少事情，若为了这点事情我就食不下咽，你父王早就饿死了。陪大王姬，滚！你们都给我滚！
看看，还缺什么？父王布置的只会多，哪里会少？终究是小了点儿。这里离哥哥近，父王，我什么都不怕，就是怕寂寞。我想离着哥哥近一点。好。父王，这里真的挺好的，真的。我流浪多年，养成了很多的习惯。我喜欢吃的，因为美味的食物是最实在的东西。我从不认他，躺在哪里都能睡着，知道外物很难携带，所以对外物没有欲念。小瑶，你已经不再流浪了。我知道，我已经回到父王身边了，可是我的那些习惯也没有什么不好，况且人在少年时养成的习惯几乎是终身难改。神族生命漫长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我会让你习惯本就属于你的一切，用新的习惯代替旧的习惯。好。执事者各司其事，纠仪官、陪祭官、分县官、正县官各就其位。钟鸣升起，侍者奉王姬出云帐，吕玉阶。王姬行拜礼。王姬，行礼时务必立直，举手加额如一礼。鞠躬与地面齐平。直身。双膝着地。双手再齐眉，下拜，手掌着地，额贴于掌，直身。王姬，手没有放对地方，再来一遍，双手再齐眉，下拜，手掌着地，额贴于掌，直身。我这膝盖太疼了，我可不可以给我施一个防止膝盖疼的法术啊？我这膝盖跪了好久，好疼啊！叩拜君王，岂能弄虚作假？当我没说，当我没说。王姬，起来的姿势不对。都练了一个时辰了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？王姬，庆典乃国之大事，不可有一分一毫的差错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那我歇会儿，我歇会儿，好吧？太累了。王姬，请注意仪态。这里又没有外人，都是自己人，都别害怕。坐吧，坐吧，歇会儿。你也歇会儿，坐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殿下。听闻父王邀请全大荒的士族，要向全天下昭告对你的重视，你现在是不是很得意？是啊，我得意死了，我得意的都要哭了。你这个讨厌鬼，不仅缠着父王，还住在哥哥旁边，你又很不在。要打你啊！王姬，陛下最近朝事繁忙，说好些日子没有听到你弹琴了，特命我请你过去一趟。大王姬没受伤吧？没事。还万望大王姬看在陛下的面子上，不要和二王姬计较。我都说我没事了，你赶紧去看看他吧。大王姬心胸豁达，是阿念和陛下之福。
药房已经按照王姬的要求布置好了，您看看还有什么欠缺的吗？我觉得挺好，不错。听说你要了许多名贵的药材，这是要重拾旧业，钻研医术吗？我才不是钻研医术，我呀是要防身。啊？为什么呀？我的灵力太低微了，阿念随便一个手指都能把我推倒在地，我怎么着也得来点自保之力吧。医术是我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了。我本来想跟你说不用这么辛苦，以后有我保护你，可我现在发现我完全没有底气说这句话。曹玄，无论任何时候我都不想成为你的负担，你保护好你自己，我保护好我自己，我们两个就是对彼此最大的保护了。你从来都不是我的负担，反而是我一直在连累你。说什么呢？什么连累不连累的，横竖都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。昊陵王自登基以来行事低调，不喜奢华，那么这一回竟然给大荒内所有的士族都发了请帖，邀请他们呢，哎，过来到昊陵国参加昊陵大王姬的回归告祭庆典。足可见呢，昊陵王对这位大王姬的厚爱盛宠啊。好好好好好好，这大王姬的经历如此传奇，在民间漂泊了几百年，没准还来过咱清水镇吃过我做的肉包子呢。可惜我的医馆太小，王姬肯定看不上，否则日后我还能吹吹牛，打个招牌说这是王姬落难时看病的医馆。昊陵王自登基以来行事低调，不喜奢华，那么这一回竟然给大荒内所有的士族都发了请帖，邀请他们呢，哎，过来到昊陵国参加昊陵大王姬的回归告祭庆典。足可见呢，昊陵王对这位大王姬的厚爱盛宠啊。我只是一个被抛弃的人，我无力自保，无人相依，无处可去。一个无力自拔，无人相依，无处可去，全是谎言。卧龙三号坚果，坚果中的大队长，好坚果就选卧龙。卧龙坚果邀您观看《长相思》第一季。